哇，这原生大饭店，我也是第一次来啊，就这个建筑好特别哦，路过无数次，从来没有一次走进来。这个要远远的拍，我看看看看看看。哦，又下雨了，台北真的太爱下雨了，拍一下。哦，原生大饭店，带我爸妈来这里，我妈她就很想来，因为路过好几次了。那我爸也很想来。好了，现在他们进去了，下雨。讲出来是真的，真的。今天又去看，走吧。你都来过，我知道。我来。我妈喜欢这些。看一下，金碧辉煌啊！怎么样都要带他们来看一下。对对对对对。哦。姐姐就说非要带你们来看一下，她那天就说了。哦，好看。哇。哇。哇，这么多人啊！好。对。好漂亮啊！你想嘛，要是这，要是接酒店住在这里啊？这里不是很贵，很便宜啊？真的？我住的人，我主要是说不方便。你要是这样的话，嗯，好，我们下次住原生大饭店。哎，要是接在综合的地方呢？对，车了，哎，这样我全部是公灯。对呀，以前都是接待那个，那全部是公灯，它真的是公灯哈。有点中式的建筑，嗯，哇，金碧辉煌的，可以，全部是，慢慢看，全部是故江州，你看吗？嗯，那是工程，你看多少外国人都来看，这是皇帝住的地方，皇帝办公的地方，嗯，右边是朝臣，以前没有开放的，东家是，听说了，皇帝家是住的东家，嗯，简直好宏伟哦哈，它跟101又完全不一样，啊。101是那种现代式的建筑，你看好漂亮啊！对，古色古香的。哎，要什么样的待遇哦？是啊。对啊，以前是那个总统级别的待遇，现在大家都可以享受这种待遇。皇帝高高的坐在上，是吧？哎，有点像哦。那个又是。哎，可不可以上去哦？可以上去哦。我让你去嘛，当一天皇帝嘛。哦，我妈在录，你看。哎呦，哎。我妈还是喜欢这些，可以赏些，去嘛。哦。当一天皇帝嘛。对。啊。你去啊。当一天那个叫什么？皇后，去。我妈，她有时候拍很久，她又不知道怎么拍，然后她还怨我说我不要她拍，我哪有不要她拍？赏去嘛，你上去嘛，上去。哦哟，当一天皇帝哦，你没想到哈，你个普通老百姓。你还有机会走到这里来，你看，很不可思议哈。那个八大朝臣，你看，啊，八大朝臣，你看嘛，嗯，哦，有事请奏，无事退朝。他说有事请奏，无事退朝。哎，姐，你要不要？你看嘛，你昨天去，你看嘛，是吧？啊，这边的砖，你看那一太监，你看嘛，嗯，这，你看他说呢，众卿平身，众卿平身，是不是？嗯。哦，那些全部是底下的那官小儿媳叫贵族哦，贵族叫这是叫喊你终身平身。嗯。哦，有事请奏，无事退朝，是吧？真的。好像是为他盖的。皇帝。他说是姐姐说，好像是蒋介石为他老婆盖的。哎。这个原生大饭店。你看嘛，他都是故江，他故江他是盖好耍的。你看嘛，这皇帝的话退朝的时候就是怎么样？他，你是说他的建筑就按照这个方法？他来上朝的时候，他就这。他说这个建筑就是这样修的，皇帝就在这个位置退朝。哦，皇帝退朝，他就进去了，他上朝的就在这儿。哦，来了没？上朝。里面就是他的内，哦，内室，你看嘛。这是很温的，很温的。这是真的是红毯哈。嗯。红毯，你看嘛。嗯，走吧，你要转就转一圈嘛，走吧。哇，天哪！好漂亮哦，这叫宏伟壮观哈。101是属于那种现代建筑哈，高科技的，但这个真的是中式建筑。原生大饭店真的很特别啊，我每次从那边过，我都会看。哦，对，哇，后面还有。那是啥？我红的双的地方噻。我都觉得不忍心踩在这个地毯上嘞。你要嘛，这门都是员工们。员工们，对对对。哦，非常艺术。嗯。讲完。我就可以看到这画些，我哪天在这里我耍过的。你看，像这个女的也很漂亮哈，这边。节目主持人。节目主持人哈，有点像外国人哈。
脸型的。走走走，再去逛。哦，这边还有，好漂亮！这边。走，看一下。哦，这个是哪一个？哦，哎呀，好高档。这姐，他这些是真的吗？是啊，不真的他怎么？这全部是真的。哦。但这些水杯肯定很贵哦，哈！哇，一个2490，人民币500块一个。哦，这个很漂亮哦。嗯。哦，好漂亮。哇，哦，但是是有点贵，人民币500一个的水杯算贵哦。还有很有钱啊。嗯，但是它有比较有意义啊。哦，它也全部是哪一个工艺？工艺。这个手枪是真的哈。对啊，姐，人家美国可以买手枪，我们可以啊。你有买吗？没有。一般那是新闻呐，焦点哪有那么多啊？我们有的人喜欢买枪，主要是喜欢玩的。对，哪有那么多那个枪杀嘛？金龙吐露，你看，嗯，好美丽。金，百年金龙。1919年，日本商人野弘奉献给台湾神社。是黄铜制造的，哎，不是金的。好豪华。嗯。这地方是以前是专门接待总统的，我就从来一辈子想都没想过要走到这地方了。简直不敢相信。不可思议，他们说的。嗯。你看他那个大殿的话，就是设计成是皇帝住的地方，嗯，皇帝上朝的地方。话又说回来哈，人家还是。开放跟我们参观，不要门票。哦，你普通人，你哪有机会走进来嘛？对呀，好多好宽哦，你看。嗯，它上面是餐厅，然后我们就不上去了，我们在别的地方去参观。走，肚子啊，肚子还不会饿。是啊。哎，会不会很贵？不会，应该不会哈。它这个是好像是点心。那你妈也该收钱了。是点心，想要吃吗？我试试看。对呀。这样你妈。那姐姐说，人家这个地方哈消费还不高，嗯，住宿也不贵，吃的哈，嗯，她说也不贵。哦，人家开放给这些人，你看没有收门票，对不对？嗯，对啊。像我们那边就收门票。当然。嗯，庙子收门票，要活成那家的门面。你看，哎呀，玉石，这简直是琳琅满目。你看，那你工艺品些。嗯，我一品。啊，你看，做的好精致，你看。这个是蛇皮啊。这个对我都是全是牛皮之类的嘛，或者羊。不，这个是蛇皮，这个是，姐，这是真的皮哦，一看就看得出来。对对对，鳄鱼皮的。但是这个是应该是鱼皮啊。这是在那个鳄鱼皮。嗯，但是不太好，没有买卖就没有伤害。对不对？它是生命啊。但是我不会。我也买这些，一个布包就很好了。啊，站！金龙吐露啊，吐露哦，不是吐水哦。好，哇，那是不是馒头？哦，这香港菜。香港菜，刚才我看到龙虾，这个是鲜虾肠粉，哎，看起来好好吃哦。不是，要不要吃？我感觉饿了。这个地方的话就是啥呢？吃东西就是古代的御膳房。哦，这是香港菜。御膳房。御膳房是皇帝吃饭的东西，那地方。香港菜。御膳房。太漂亮了！哎，你看在这边照结婚相多漂亮！你看。对呀。哦，好漂亮哦。美人鱼。不是美人鱼，那个结婚。有点像哈。嗯。它都以红色、绿色为主哈。我妈还在拍她的。拍她的什么？他要拍啊，你看他，我教他的。妈我跟你说哈，你这样就是拍自己，来我教你。天哪，人家要拍视频，天。哦，国宴哈，这是国宴吗？圆山大饭店，天哪。嗯，像古代的话就是啥呢？就是这个，皇帝的话招待的一群臣，你看嘛。好豪华，嗯，对呀，太美，太漂亮了。但它有筷子噻，你看嘛，哎，有筷子，嗯，有筷子，它是中西一结合噻。嗯，哎，有了，有一些客房，麒麟厅客房，好漂亮，嗯，你看这些屏风其实好漂亮，你看嘛，这看不到了，这个不是国宴，哎，它没有开放。哦哟，我妈真的是跑到那里去了，她很喜欢建筑哈，我发现。
太豪华了。这来看这个角度，这个角度看，往这边看，哎，头不要碰到了。嗯，我是说头，你小心，你以为是空的，这是玻璃。哦，玻璃啊。哦，你头钻不进去。嗯。哎，妈，这个丢钱许愿，你要许一下吗？哦，谢谢你。对，哎，保佑大家平安。他说：“你要保佑所有的，你都不要再动了，不要地，不要再动了，不是地震，是地啊！你不要再动了，我们时常被摇啊，大家都不安全。你摇篮，摇篮曲，你赚到了。”你看，一张机票就遇到两次地震，那多爽啊，很划算啊、哦！来都不知道来了几天，都遇到两次。哇，天哪，真的感觉走进皇宫了。你看，那个真的你妈在，她一直拍啊，我妈她是慢半拍、啊。我很喜欢这种东西。对，当然了，天然的。好了，现在我们从圆山大饭店已经走出来了。如果有机会的话，在这边来住宿一宿，来吃一餐饭。因为时间的关系了，然后我们还约了司机，还有别的地方呢，所以说今天没有在这里吃饭。远一点嘛，哈，走嘛，我们慢慢走出去嘛，走吧。其实能够来这样的地方也算是非常不错了。我爸他们也太晴了，看到没有？包括我在内啊，真的是太宏伟了。这天晴了。嗯。天